这个是目前洛杉矶地区尔湾市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独栋的楼盘。这个楼盘呢，一共是两个户型，这是其中的第一个户型，另外一个户型会单独做另一个视频。这两个户型呢，都是两层的，都是四房四卫的，所以每个卧室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。视频里可以看到，整个户型呢，它是开阔式的设计，开放式的厨房，开放式的客厅，然后大推拉门通向院子，当打开门的时候，把室内室外的空间融为一体。具体的户型图和资料呢，可以看我朋友圈，里面都有完整的介绍。这个户型一呢是2400尺，目前是122万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咱们现在回到客厅里呢，去看一看一楼的卧室。这个房子呢，一楼它是有一间卧室，二楼有三间卧室，所以这个也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。这个是一楼卧室配备的独立的卫生间，这里呢就是一楼的那间卧室。咱们现在沿着这个折叠的楼梯上到二楼，二楼分为左右的两侧，中间有一个栏杆，左边呢是主卧，右边这两个是次卧，中间的这个栏杆可以看到下面的挑高。咱们先看看主卧，这个是左边的主卧呢，里面带有一个阳台，它其实是为了用这个大的玻璃门来增加房间的采光，所以这个房间非常的亮。这个呢是主卧的衣橱，咱们转过来，主卧的卫生间配备了双洗手盆，而且这个面积还是蛮大的。现在去看一下这边的两个次卧，这是第一个，每个次卧呢也都带自己独立的卫生间，而且看到了没有，这个次卧也是这种阳台式的设计，用这种大的玻璃门来增加室内的阳光。现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这个卫生间带浴室的。现在咱们去楼上的第二个次卧看一下，这个卧室呢同样是带独立的卫生间的。具体的资料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，第二个户型呢会有另一个视频。任何问题欢迎单独找我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